现在留灯的是六号、十八号，有请六号、十八号。恒顺金优香醋，纯粹好醋，零添加。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？十六号。来看一下智推是刘子毅的智推女生是梅瑞莹，十四号。男生精致浪漫，独立上进，做事条理性强，思维敏捷，对自己要求较高，感情中重情重义，喜欢享受两个人的甜蜜时光。女生性格随和温暖，特别有爱心，追求舒适安稳有品质的生活状态。女生温暖细致，心直口快，男生勤奋拼搏，两人都追求安稳的个性，会让彼此成为一对又爱又暖的幸福恋人，供两位参考。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，孟子涵，小迷糊，向往的未来，心仪的类型，你选一个。小迷糊。一，感觉自己是一个比较迷糊的女生，经常说了前面忘了后边，或者说完了后边会突然问别人自己刚刚说了什么，但是这样的性格也很难跟人发生矛盾，朋友们也比较包容自己。跟男生很搭，男生口头禅没事没关系，我也忘了，嗯，就。赵伟文，鸳鸯火锅，安静的我，我的性格，选三把，我的性格，做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，不喜欢急于求成。梅瑞莹，开心果，神经大条，这样的我。第三个是一个视频吗？对，那想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瑞莹，我非常喜欢小动物，这是动物园里的天鹅。这是卡皮巴拉的水豚，它们的情绪真的非常稳定。这是图书馆里的流浪猫，为了防止它们冻到，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小猫窝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喜欢同样一件衣服买两种颜色，你喜欢这样的我吗？熊依林，欣赏不来，我的网购收藏夹，喜欢这样的我吗？选三，看视频。我吗？